你是马来西亚有棒球吗？很少哎、欸，很少在玩棒球。哦、马来西亚是打羽球比较多。哦，胡雄是马来西亚的哈，所以今天你别听什么歌，你该点第一歌拢把给移动给赛。对，都会唱。口号顺先生，请。接下来介绍的是另外一支的队伍，这支队伍看起来比较纤细一点。你是打什么球的？我没在打球。一起看狼队。那好像你的成绩也是非常厉害，在学校也是帮大家呢争取到很多的奖项。就是我是读远东科大商品设计系的。商品设计、哦。哎呦，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外去跟大家用你的创作的作品跟大家去比拼，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西商经常会有让我们出去比赛的机会。哎呦，哎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得名？你要看旁边有人，那个是有得名的嘞。哦，有啊有啊，最近才在韩国发明展拿到铜牌这样子。哦，韩国发明奖，哇哇，帕加彭啊帕加彭啊，很厉害耶、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得了什么奖？我是制作那个地震灯的。啊、地震灯，一起冲上来。就是之前台南发生大地震嘛，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台南，嗯，然后就是那个倒塌的围观大楼离我家大概就是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哇，那你觉得替他们担心了？对，那这个地震灯就是说有警告的作用。哎，对，就是只要在震度两级以上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鸣叫跟闪烁。哇，那很好欸，然后就提醒熟睡的人可以及时的避难哦。避难或是逃离，就是它等于就像一个闹钟一样，但是闹钟是定时的，但你那是定那个摇晃的，两级以上就开始叫了。对对对对对。哇，那这个很好，可以警告这些熟睡的人，在最紧要的关头离开危险的地方。哎，对对。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快速的时间能够避难这样子。有没有？哇，那这是对很多这种急难最黄金时间的时候最有帮助的一个发明了。对，哇，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帕加彭矮，太棒了，这个发明，台湾之光，嗯，真的。来，好，那你想要听，你想点什么歌？我想点那个《Come on the Chew》。Come on the Chew， 行，我那无听，唔容易，因为听《Come on the Chew》啦。发音要准确，不要乱来。哦，那个麦克风不要这样转，会坏掉了。看像的 Chew。温的手，好的，就是温的手，亲人要互相牵好，对对对，包括安全。我咱都在讲马来西亚哈，伊大概他们歌拢爱唱，琼英要不要挑战这首台语歌？看温的手，好，后来破下来个歌里。Yeah.
每个人需要的时候，我们适当的伸出援手。对，这很重要。我看你能 OK。